明朝成化年间，宪宗皇帝纵容宦官弄权，设立东厂和西厂两大势力，一手掌握百官生死大权。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！ 东西厂的杀星，赵怀安。我是谁？不用费神，我会在你的狗头上刻上我的名字，上路吧！一朝之政沦落到由我们武林中人来决断天下是非，还有谁来处理民生大事？什么杀生门？ 也就是那几个江湖剑客，我们东厂高手如云，一定很快把他们处决掉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一旦我们遇上绝顶高手，情形都没这么顺利的。羽化田驻军在五十里外的驿站，一定不会放过这里的人。我们将计就计，先下手为强，打得个措手不及。 Oh, my God.